囤年货了，咱们家4050规格大虾正在活动中，198两盒，还送两包即食海藻沙拉。4050规格的哈，有很多朋友现在呢还对这个规格不明白，什么是4050？4050的意思就是说一斤哈、啊、是20到25个左右，一公斤就是40到50个左右，所以它叫4050，是它的一个规格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还有3040，有的朋友就说那3040和4050谁大？肯定3040大，是吧？它3040的意思就是一斤15到20个左右，知道吧？这样的两盒虾，再送两包海藻沙拉，只要198，给你顺丰包邮到家。好，越大呢价格就越贵，还有小的，小的有5060啊、6070啊，那个价格要便宜一点啊。就是这种的，非常的好哈，活体单动的哈，这个就是你，想吃几个拿几个，不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的虾都是整个用水冰冻的，就一板子你吃不了就化了，这个你吃几个拿几个哈，非常的好。这是我刚刚从冷库里面拿出来的，冰还特别的扎手，冻死我了。特价198两盒囤货哈，然后有的朋友呢就是不放心，你可以啊，我们给你那个检测报告，这个不能马虎的哈，有能卖的都是合格的，知道吧？不然也进不来啊。都凉了。还有啊，今天我们家停水了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人家其他隔壁邻居都有水，就我们这一条巷子没水。没水怎么办呢？到现在没水，刷牙洗脸等会儿都没水。肉质 Q 弹紧实，涮火锅包饺子，水煮做油焖大虾，做蒜蓉大虾，肉质 Q 弹，口感鲜甜啊！这个虾的那个吃的时候啊，检验它新鲜度啊，等要检验这个新鲜度。收到的虾你就放到清水里面洗一洗，泡一泡啊。直接水煮是检验它新鲜最好的方法啊。水煮出来的虾啊，它吃到嘴里闻一下味道，吃到嘴里那个口感啊，一下就尝出来了，新不新鲜大家自己一下就能尝出来啊。这两天可真冷啊，我们这边都-10几度。有没有看到一个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短视频，我们这边那个海结冰了，就是那个也不是全部哈、啊、就是那个海滩上面那个海水结冰了。可能对于很多像东北啊比较冷的地方啊，都不太理解我们-10几度学校放假是什么感觉。我们这边的-10几就是超级冷，198两盒顺丰包邮，非常的好啊，这个虾质量超级好。